风飞翔会让翅膀更茁壮，越是伤越是难，越有一番心境想较坚强。别怕辛苦酸，别怕泪漫长，经过崎岖无常才让生命更圆满。越是黑越是暗，越显温暖的力量叫善良。原谅是一扇窗，只要够勇敢，空也荒凉也能变星光灿烂。别在心中只一张网，再设一个关，人与人如海的汪洋。放下是一扇门，其实并不难，把一见钟般换鸟语花香，学着放下，学着原谅，就能看见晴空朗朗，万里归花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以前你阿公那个时代呀，都说是五斗米成家，妈没能给你们五斗米，就给你们几个碗盘。碗盘呐，是一个家最重要的，当你们带到新家好成家，希望你们过得好。妹，不用担心了，会过得很好。阿妹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，也欢迎你随时来看孙子。好了，走吧，过去那边啊还有的忙的呢。全能啊，再见喽，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跟阿婆啊。来，阿妹，阿叔去哪里了？全能也要跟阿公说再见了。他出去了。慢开呀，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阿妹，你先进去吧。再见。吃饱就睡着了。我们全身脏兮兮的，还没洗澡就睡觉。醒来再洗，没关系啊。你在找什么？有没有看到我的工具箱摆到哪个箱子里面了？哎呀，你放着，我等一下再找啦。别给我翻的乱七八糟的。找到了。你要修什么？修好了。
觉得最怕热。忙什么啊？我想给这个沙发做个亮丽点的沙发垫呢，这样看起来朝气些啊。别人搬新家都是用新的家具，怪我没有用。嫁给我以后委屈你了，你一路走来有这吃苦的份。就是知道辛苦嘛，才知道珍惜啊。谢谢你跟我共患难。夫妻本来就要互相体谅啊。倒是难为你了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敢违抗鸟叔的意思，这次为了我们母子跟他闹翻了，我很感谢你。我知道你还挂心着老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忘记我做掌席、做台手的责任。再过一阵子吧，等到大家淡忘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再来想办法弥补。难为你，辛苦了。只要我们一家四口可以团聚在一起，再难再苦都不怕。你呢，现在就把这个家给照顾好。我呢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赚一点钱，早一点把这个贷款给付清了。对了，我听我大哥说啊，我要是为了资助我们买房子，把他自己的定存给解约了。他说借给我们的钱是他的定存，这怎么行呢？那利息亏大了。利息是还好，我是担心那笔钱是他的养老金，全都给了我们，他就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。他万德胜何德何能，怎么承受得了阿叔这样子的恩情？可香，我怕我还不起。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你感激他的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，什么事都不让他担心，他应该就会感到欣慰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让阿叔失望的。那现在调到中立站，离家近，省去了来回奔波的时间，以后我就不排休假了，找机会我就加班代班，多赚一点钱。只要我们把家里经济状况改善，阿叔就不会替我们烦恼了。我也该找点事情来做。你还要忙着照顾两个小孩，哪有时间忙别的？只要有心，总会有办法。慧香，钱的事情我会负责，不要操心。你给的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啊。我们夫妻一起努力嘛，这样早点把贷款还清，这个家才真正属于你的。什么？德胜搬出去了？是啊，他们在中立买了房子。哎，买房子是喜事，怎么没有通知我去跟他们道贺啊？道什么贺啊？这也算喜事啊？儿子有能力买房子是父母的光荣。怎么样，是公寓的还是透天的？不知道哎，我们也都还没有去看过。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去看看呢？不去，他连家连父母都不要了，我还当他是儿子啊？讲这种话好像德胜不是你亲生的。哪有爸爸跟儿子这样怄气的？就是啊，讲也讲不听。好歹也
要过去关心一下。再说，哎，你是个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哼，他眼里要是有我这个大家长，就不会说搬出去就搬出去了。树大分枝，这是必然的。你也不要这么想不开嘛，将来他要是有发展了，你也沾光，不是吗？我想都不敢想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根本就是忘本。哎，我还指望将来靠他。你说德胜忘本啊，这我就不同意了。这孩子啊，我从小看到大，一向有责任感。我相信啊，就算他不住在这里，也会照顾这个家的。人都搬出去还能怎么样啊？各凭良心啊。你不要心急嘛。德胜跟桂香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们啊一定会顾虑你们的。哎，这个我敢打包票哦。你还真替他们讲话啊？还打包票呢？日久见人心，不要对自己的儿子媳妇他们没有信心嘛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他们了，喝茶了，喝茶。好吧，你们现在吃饭吧，我现在就去准备晚餐。神风神风啊。阿伯仔，我的手吼无爽快，你替我看一下。哦，来来，这边请坐。哦，来来，坐坐坐。弟妹啊，德胜哪来的钱买房子啊？我没问呢，也许是他们夫妻俩想出什么办法也说不定啊。不是有办法，一定是应承的。来啊！你们搬新家，我当然要来呀、啊！欢迎欢迎，里面请。下班了哈、哦，刚下班。来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恭喜你们呐、啊，终于有自己的小家庭了。嗯，厨房跟房间我都很满意，只是客厅小。却虽小，占据全呐、啊。哎，这客厅呐、啊，布置的蛮温馨的，很多都是旧的家具改的。来，台爸，你看，桂香还自己做了沙发垫呢。哦，哎，不错不错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帮人做家庭代工啊？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哦，你可以带小孩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小孩呢？在房里呢。台胞，你先坐。德胜，你去买水果。台胞喜欢吃葡萄。好，台胞，你坐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坐一下就回去了。啊，哦，好，那请坐。海邦，好一阵子不见了，你身体好不好啊？哎呀，身体各方面都好。啊，怎么知道我们搬家的？我去国术馆听你妈妈讲的，我就想一定要过来看你们两个。这里不错了，离上班的地方近，学校跟市场也在旁边，很方便。是不错，不过搬出来住不容易呀、啊。我
知道你们手边的钱不多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来吧，我们没有问题。爸，下次有机会一定要留下来吃个饭。会会会，我一定会准备很多你爱吃的，还有彩条板。我倒真的想念你的彩条板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只要您想吃，一通电话打来，我马上给您准备。哎呦，神梦神梦啊！好了，进去了，别送了啊，表姐，我陪你到站牌搭个车。等一下经过水果摊的时候啊，给点水果让彩条带回去。好，不用啦，啊。孩子醒了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快！才帮你慢走。好好，再见。下次再来。好好好好，来，来吧。你爸的脾气啊，我清楚。总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一意孤行，造成很多啊无法控制的后果。为人子女的，只有承担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多亏你能这么想，倒是你爸面子拉不下来。我叫他来看你们住的新家，他也不愿意。一个家这样相下去也不是办法。爸，你放心，虽然我搬出来住了，但是不会断了跟家里的联系。只要一有空呢，还是会带孩子回去看看。那就好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太爸路上小心了。好，再见。对了，记得跟桂香说，他做的沙发垫很特别，我很喜欢。我会跟他说的，谢谢太爸夸奖了。太爸，现在知道地方了，有空常来。会，快回去吧。再见啊，再见。这个德胜，哎，怎么了？哪来的钱呢？藏在沙发垫下。钱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么多啊？台爸今天是不是坐这个位置？会不会是他掉的？难怪台爸临走前还说特别喜欢你坐的沙发垫，是不是还可以留给我们的？不行，他平常很节俭的，存一笔钱不容易耶。你赶快想办法还他啊！好好，我打个电话。没人接，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你先把这个钱收着，等我联系到台爸，我再把他送过去吧。一直你叫。喂。阿妹，我是德胜。那边怎么样啊？我们都很好，你不用挂心。等到放假一有空啊，就回去看你。好。对了，阿妹，台巴最近有没有去家里啊？台巴啊，前两天有来过啊，吃顿饭就走了。你找他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事，就随口问问。那家里都还好吧？弟弟妹妹都听话啊？都很好，没事。嗯。天气热，
阿妹，你要多喝水，多休息，把身体照顾好啊。好，我知道。那打算怎么样？心情好不好？还不是那样。有空我带孩子回来看看他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回来再聊哦。哎呀，好很多。委屈呀，要多注意，多休息，多喝点水啊，哈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再来哈。哎，等等，哎，东西忘了拿。啊，刚刚在菜场买的萝卜糕了，要拜拜的。哎呦，差点忘了。萝卜糕哪需要买，自己做就好了。我们家都自己做萝卜糕的，没有了。其实外面买的也不错了，谢谢了啊，多喝水啊，好，再来。怎么样，想吃萝卜糕啊？哪有啊，那东西哪有好吃的？你哦，就这张嘴硬。哦，对了，电话谁打的？打错电话了。打错电话？打错你还跟人家扯这么久？这说东说西的嘛。怎么，全人不在很无聊啊？还站在做什么？赶快去煮饭啦，我饿啦。炒个青菜就可以吃饭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哈。呀，阿姨他们在做什么？哎，去买菜啊。嗯，对啊，以前没见过你，新搬来的哈。嗯，我刚搬来不久。各位好。你好你好。我每天经过这里，看到你们有说有笑的，好热闹哦。是啊。你们这是在做拉链加工吗？对啊，拉链加工啊。邻居啊约了一起做，边做边聊天，时间好打发。这样很好啊。我看你每次出门得带俩孩子，一定很累吧？不会啦，都习惯了。以后啊，你出门买菜，孩子可以放在我家，这样子省得带来带去麻烦，孩子累你也不方便。你人真热心。左邻右舍嘛，就是要有事大家帮忙，你可别跟我客气啊。好，我记住了，那我先回家了。好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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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搬来的人还不瘦，就是带俩孩子好累呀。数量没错，你手脚蛮快的。我可以做更多，没问题的。不好意思，下批材料要两个星期才会到。何婶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想请问一下哦，如果我想加入你们，可以吗？哎，欢迎欢迎，当然欢迎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太好了。全能给你，拉链，走，拉链，全能，拉链，拉链。刘翔，回来了。怎么换做这个啊？哦，邻居介绍拿回来做的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加工啊，比我以前在鞋厂上班的时候还要赚钱。你看啊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然后又可以顾到家里跟小孩，我觉得很好。小孩的事、家里的事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你还有剩余的时间做这个啊？你放心，我很会调配时间，不会耽误到你吃饭。不是怕你耽误，是怕你辛苦。都几点了，你不累？不会啊，越缝越有精神哎。
要量力而为啊，不然身体累坏了就得不偿失了。嗯，这还用你说啊？我去把你饭菜热一热哦。你哦，赶快吃饭休息，陪小孩睡觉。那你呢？我还要扶猫咪啊。不要逞强嘛，身体又不是铁打的，早点睡了。哎呀，你别管我，吃你的饭，睡你的觉，洗你的澡。啊，对了，你有联络上彩报吗？我打电话到他家里没有人接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哎，德胜回来了。问德胜，你星期三下午可以帮我带个班吗？礼拜三下午啊？对。可以耶，没有问题。真的？这么拼？不拼一点怎么赚钱养家？而且我还年轻，体力好吗？哈哈，谢谢，真太谢谢你了，帮我一个大忙。没事。有没有菲菲？喂，台爸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都找不到您啊？我去南部找朋友，刚才啊打电话到关西，听德胜的妈妈说你们在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你那天不小心把钱忘在我们家的沙发垫底下了，我要送还给您啊。哎，那笔钱啊是要给你们的，我怕你们不肯收，所以才想到这个办法。不行，那笔钱我们不能收。为什么不能收？我去关西的时候啊，受到你们那么多的照顾，现在你们有需要，我只是想尽点力。我们照顾您是应该的啊，从来都没有想要什么回报的。哎，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反正这个钱啊我也用不到。用不到就放在银行里啊，生利息也好嘛。那笔钱你存了好久的，是你那养老金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你就让台爸尽点心意好不好？太贵重了啦，台爸，我们不能收。那就这样子吧，就当作是我寄放在你们那儿，等你手头宽裕的时候再还给我好了。不好了，台爸，真的不行，太贵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安心拿去运用，别想太多，就这样子咯。哦，我的朋友在喊我了，再见啊。台爸，轩呢？你怎么办？老公对我们好好哦。谢谢。
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厂长是怎么走？厂长啊，他现在在大门口旁边的训练区。好，谢谢。来找厂长，怎么穿得那么邋遢？这女孩子长得真清秀。饮料公司已经录取我，负责跑业务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工作，这样一来，不就不能过来帮我喽？我也只是碰碰运气啊，没想到会考上。今天来这边就是专程跟姐夫说声抱歉。文雄知道这件事吗？我昨天才刚接到通知，今天就来跟姐夫说，还来不及告诉文雄。其实啊，你要说抱歉的人不是我，是文雄的大姐，也就是我妹妹，是她大力推荐，我才特别保留这个职位等你来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姐失望了。没事，其实出去历练历练也好，累积实力也不是坏事啊。可是我刚退伍，什么都不懂，要学的还有很多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不要客气哦，尽管来找我，我呢会提供意见。有姐夫当我的军师，这样我就有靠山了，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前冲。年轻啊，就是本钱，努力去做就对了。姐夫啊，对你有信心。谢谢姐夫。哦，对了，很久没看到大姐，她好吗？她很好，昨天啊还在念你，说啊。帮你介绍女朋友呢，我看还是等我工作稳定再说吧。这笔钱是及时雨，正好纾解我们眼前的压力，对我们帮助很大。他老人家的恩情啊，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他。台爸处处为我们设想，从他身上啊，我可以感受到一种父爱，那是从马叔身上得不到的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每次看到他都觉得特别温暖，就像寒冬里的阳光。台爸对我的好，有时候都会让我有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是不是他的儿子啊？可能是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吧，也没有儿女，所以把感情都转移到你身上。台爸真是一个慈祥又令人尊敬的长辈啊。哎，他跟阿叔啊是亲兄弟，为什么两个人个性差这么多？这个问题啊，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总是没有答案。等到结婚生子，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啊，我才渐渐明白，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个性。我们家都靠阿叔帮人家推拿，把这么多孩子一个一个拉拔长大，真的不容易。在生活的压力下，阿叔的耐性没了，脾气也变坏。那你会记恨吗？当然会啊。但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，现在我会想，幸好他打的是我，不然我弟弟妹妹不就遭殃了。你这个大哥啊，真是当之无愧，难怪台胞会这么疼你，连带的我也受到照顾，这是沾你的光。好了，不说这个。这个礼拜天放假，我们带两个孩子回老家一趟，看看阿叔阿妹好不好？那不然你跟全正在家，我带全能回去走走。那我做一点彩彩饭让你带回去。好。全能记不记得阿婆啊？啊，阿婆，叫阿婆。全能乖，叫阿婆。哇，哎，叫阿婆。全能啊，跟全正都是最乖的，对不对？阿妙啊。哦，没有。对啊。
全镇还小，不方便再出门，所以桂香在家里面照顾他。可是桂香人没有回来，这个萝卜糕是他半夜三四点就起来，特别做给你们吃的。还记得我们爱吃这个，真好。桂香对你们啊，一直都很有孝心，只是之前发生了太多事情，心里难免有疙瘩。怎么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慢慢调试嘛。也是啦。不过桂香她现在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忙得过来吗？放心，难不了她。两个小的她都照顾得很好啊。你们买房子啊，花了不少钱。现在两个孩子开销又大，生活没问题吧？还可以啊。桂香虽然没有出去外面上班，可是还是有办法赚钱哦。你没有上班怎么赚钱啊？他跟人家拿家庭代工啊到家里面来做，所以家事跟孩子啊都可以兼顾。桂香哦，他真的是很勤奋又肯做，你能够娶到这样的老婆啊，是该知足啦。怎么样？那说事情怎么样？我们搬出去的事情，他应该可以接受了吧？还不就是那个样子，老顽固啦，改不了啦。那他心情好的时候，你就劝劝他吧。我说的话他哪里听得进去啊？不过他嘴巴里不说，心里面呢，对你们两个倒是很挂心。这一点啊，多少是看得出来的。真的啊？阿松，还知道要回来啊？钱老板，阿贡回来了，来，叫阿贡，叫阿贡，简单，来，叫阿贡，来，叫阿贡，叫阿贡。哇，长大喽，跟哥喽，对不对？来，叫阿贡，你真棒，阿贡。跟阿贡玩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来，我们来拍拍手，哎呦，我们来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来，你拍我的手。今天呢，真是一场乌龙。没想到文雄他大姐费心安排的相亲对象，哎，居然呢是你的堂妹呀！难怪大姐之前一直说我们有夫妻脸，错过可惜。哎，这玩笑闹大了，我这个太太啊，真是迷糊啊。想想我们之间啊，缘分还蛮深的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是你跟大姐，对我就好像亲弟弟一样。啊。你这样一表人才，又风趣又热心的女孩子啊，一定会被你吸引来的。哎呀，哪需要相什么亲啊？姐夫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行情哪有那么好？我还是需要你跟大姐多多帮我留意合适的对象才好啊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工厂里啊，乖巧漂亮的女孩多的是。哎，万秀峰。厂长，我们要见面了。怎么，关秀凤，你跟青灯，你们俩认识啊？你忘记了，上次我跟你问路，穿得很邋遢那个人啊。啊，你好。今天真巧，在这边碰面，我们两个还真是有缘。厂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再见，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很乖的，发薪水日啊，别人是约着玩，他呢是赶回家，要把薪水袋啊交给他父亲的。这么乖哦，很难得。文雄大姐也很夸奖他哦。啊，对，姐夫，你说他叫万什么？秀凤。秀凤。对，他叫万秀凤。
特别做的，要德胜带来给你吃，多吃点啊。谁稀罕吃他做的？那你就不要吃，等秀峰吃完回来啊，再让他多吃一点。关秀凤，他是谁啊？关秀凤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上次忘记介绍我自己，我叫吕庆登，请多指教。你好。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对你的朋友关秀凤小姐印象很好，很想要进一步认识她。可以啊，我不反对，如果需要帮忙也不用客气哦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啦？谢谢你的支持。不客气。万秀凤小姐，请问你愿意跟我进一步的交往吗？哪有人说话那么直接的啊？我是很真心想要跟你做朋友，请你答应我。你可以啊。小香，回来了。对，你看看，这水费还没缴，电费单又来了。来，我看看。哇，电费真的多了不少哎。看来得再省省哦。扣掉房贷跟生活费，我还想要挤一点钱出来还给你阿叔跟台爸。你算一下，我们钱够不够用？不管够不够用，都要挪一点出来还债啊。不然我心里过不去。知道了，很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不行，下午全真闹肚子疼，我哄了他一个下午，少缝了好多，得补回来才行。都十一点了，明天再缝吧。多缝一条是一条啊，积少成多，不无小补嘛。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？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。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一起努力嘛。赶快去啊！不好吧？他对你真的很有诚心哎，在那边等了那么久都没有离开，有恒心，有毅力，不简单哎。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啦，不过进一步还是要靠你自己实地去了解才知道啊。我厂长姐夫啊，很称赞你哦。厂长是你姐夫啊？不是亲的，是我好朋友张文雄的姐夫，我都跟着叫。我两次去找我姐夫都遇到你，我们真的很有缘哎。还好吧。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啊，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没错，就是你了。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好啊，一路上都是我在说，现在换你说。说什么？
任何你想要知道的、啊，比如说你对我这个人有什么疑问，都可以直接问。没关系，我家是清白，不怕你问。我没有什么要问的。是哦，那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的身世背景好了。先从我的来台祖先开始说，我的祖先呢是来自……我不想知道那么多了。哦，那你想知道什么？请说。我只是好奇，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敢说，不怕别人笑话、哦？我跟你说，爱偷不妞，不能敢卖死。哎，老板，这冰不够甜，再给我一点糖水。好，没问题。千金万担扛在我肩上，